屏东县政府今年就拍了闽高客户年营养120日模拟感染法的法通，安排的模拟高管游戏、模拟通态表演、韩国模拟共同数飞奔的法通，就想要带动民众去参加。坦言设置就米亚特讲模拟的环境地位，告诉讲模拟的听了。紫天猫猫住中院，群天精神来传达。屏东县丰田国小小朋友艺术客家本色，唱出对客家母语的重视。屏东县母语感染法发通，呈现推动母语政策的成果。屏东县政府还自费的在客语的编撰这种沉浸式的绘本啊，包括这个课本，那原民的部分也有绘本跟课本，新住民的部分呢也属于新住民的课本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多元。欣赏四川水果跳舞机，本小朋友在游戏过程中学会算式、方向同水果的讲法。照片，甲鱼都比如讲跳两下好诶，甲鱼都安尼，老拍嘞，老拍嘞，老拍嘞，嘿，安尼都可以过关诶。屏东县政府教育处表示，母语感染法发通是推动母语政策展现成果的时节，本身也曾经提欢乐的母语环境，他们也做得清楚专职家的母语，现场安排母语闯关发通设备的摊位，展示屏东县家乡非本养人成果，还有各教发挥创意的闯关发通，透过游戏化激发学生的对母语学习的重视。下届新闻，潘胜旺屏东报道。